惜了，可惜了。韩兄主，韩兄主，你是在叫我吗？对，我在叫你韩兄主。不对，我不是韩兄主，我是一只白虎，名叫虎童。你爱地球的能量，用阴气春晓人间，万物欢笑，上阴气下雾轮回，地球呼啸，到阴气秋碧红寒，雄鹰不衰，只因风霜半点，情状温暖。我的如何睡去？我的心真乱啊！上岗，上岗，啊！你是讲南庙口中咧人迄种上岗阵哦？哦，迄话我倒也晓，无啦，我袂晓啦，我无学啦。随心所欲，文叔，你是讲我若是找见乌音，心肝想什么，就当得着什么嘛？我就来去找五吉。啊，干嘛？文叔，乌音去。轮回倒转，轮回精神。是一对的白虎，彩天的灵体，在日月化路，一人在脱胎换骨，看为人形，来逍遥上岗，无忧无虑。换三季啊，的主角钱，我轮回转世哦，五百四十年。